有宝子想看用纳米胶做解压妮妮，掐指一算，我好像还从来没有做过。来吧，正好这一大盒粘土也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好家伙，居然这么多！那就选七个我喜欢的彩虹色吧。第一步，把纳米胶带剪下来一截，做成圆柱形。妈呀，这么粘手！第二步，再剪一块，把这个圆柱的底儿给缝上。第三步，把表面的塑料纸。在一起呢。